凌晨赌围谈，双方人马大声呼向，短发女突然一脚用力踹桌子，立刻点燃战火。黑衣男不讲武德，从背后一拳往后脑招呼，把人打倒在地，继续围殴，爆发九人大乱斗。大人围殴，一旁小朋友全看在眼里。带头闹事的短发女似乎还打不够，走到另一头把人推倒，但对方不甘示弱，甩桌子偷袭。一群人砸桌又翻桌，卤味摊老板娘来劝架也没用。这起冲突发生在台南海安路，短发女疑似因为团购纠纷相约谈判，却被放鸽子。路过卤味摊，发现对方正在吃卤味，群仇爆发，大乱斗。你不要再来，冷静一下，先给他铐起来。短发女被上铐，九人全带回警局一送法办。最倒霉的是卤味摊，为了倒数完黄金时段，提前一个月准备买新桌椅，却提早打烊。惨赔至少30,000元，打算向短发女求偿，弥补损失。记者赖冠璋、王淑红，台南报道。我是刘佳，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、最新时事、国际脉动、财经动态，还有气象资讯。最接地气的新闻台，让你重要消息不漏接，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。当然，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的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